院都会有人站出来，每一届都会有人站出来，每一届都是中国冰雪的尖刀，我们就是冰上尖刀，就是中国短道永远不会让大家失望的，这是传统的。然后我觉得接下来的比赛没有什么预期吧，我觉得就是全力去拼吧，就是我因为没有主项啊副项啊，我们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一项比赛都全力去拼，就是没有预期。